刚才我们有讲到按摩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还蛮特别的，是这一支肩颈不求人吗？对，它是不求人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好像不求人，它可以温热，它可以震动，但比较特别的是这里，那是什么？怎么？它前面会跑出一块，它可以拿来当刮痧棒啊，可以这样刮，对。先透过三分钟的温热震动按摩，输落血，就是你的这个经脉之后，然后再自己就可以自己做刮痧。特别的处理不会去刮伤你的皮肤，然后先用温热的这种震动之后舒缓之后，你会轻轻的刮就很舒服。对，它这个是原价是4680，然后特价是3980。对，这个我也觉得很好用，很划算，然后。